明明。明明。在战场上表现出了疯狂般的勇敢，是吧？从来不让你努力的这块儿。明明。愣着愣着往前冲，是吧？什么哪儿危险他去哪儿，是吧？有他这种就命这种命运的渴望，是吧？他这是愣着命运性的人。半年从那个二等兵晋升为下士，获得了德国居然只有高级将领才获得的。也是不一样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他一生不必要的，也是不一样的话，把话在这个位置上，也是这样。然后在一次战斗当中，他被英法联军的毒气惊吓了，绵绵在医院躺了一年多，当脸上的厚厚的纱布被摘掉，他能重见光明的时候，战功结束，是吧？基本上获得了斩伤勋章。他后悔，他后悔的想自杀，他能痛恨不堪。如果战争不结束，我早当了将军，是吧？你看我表现的机会没有了。绵绵，一战后的德国陆军只有10万，根本就不可能给他。